春阳送暖芳菲地，骏马奔驰锦绣城。中国艺术报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新的一年到了，祝大家牛年大吉，发大财。2020年，这个上半年 我也是经历了抗疫，因为当时正在深圳，然后拍摄从结婚开始恋爱，咱们组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停工了。对，就是非常感谢吧，咱们这个抗疫工作者的辛苦付出，有你们冲在第一线，才给了我们安全的保障，感谢大家。啊，我在《你好，火焰蓝》里面饰演的是一名消防指挥员，然后是副站长，他的任务就是组织咱们这个中队消防指战员，然后冲在第一线，然后应该怎么去灭火，对，是一个指挥的角色。啊，未来天涯客应该很快就会播了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想心去闯，你要开一百年。